就搞这样，就不用那边扯要买不买。我一直到一直到下午，最后客家跟我们讲，我们怎么找到？早上怎么叫你叫啊？你在交换一下。哎，从最新消息那一次你就开始讲。Thank you.
比较大，我大。机会了，到十号到十二号。
最后一场吧。今天最后一场，六日啊，三场。三姐都给你看一下，都给你看，全部都给你听一下走的啦。三姐已经跑来听。你要拍照？我帮你拍。不用。去外化还是？